Nếu bạn đi du học hoặc đi làm ở Đài Loan thì bạn chắc chắn sẽ gặp câu hỏi mình có nên kiếm phòng riêng ở ngoài không và nên tìm phòng trọ, nhà trọ như thế nào. Trong video này mình sẽ nói về cách kiếm phòng và loại phòng cho thuê, chi phí thuê nhà và những điều cần lưu ý khi thuê nhà tại Đài Loan. Trong video mình sẽ nói tiếng Trung nên bạn nhớ bật phụ đề giúp mình nhé. 第一个要谈的是租屋管道。 在台湾，找房子的管道有很多种，可以在网站上找，找房仲帮忙，或是透过亲朋好友，甚至是老师介绍。其中，最常使用的管道当然是透过网站。我们就拿好房网来当例子吧。它有网站，也有手机 App， 让你方便随时找房。首先，我们选择租屋，在这里可以选择县、市、地区或乡镇，然后是租屋用途，里面的整层住家是两温缸。独立套房是 from studio， 分租套房是人家租了一整栋房子，出租其中一个房间。雅房则是厕所、浴室跟人家共用。再选择预算，然后直接按搜寻就可以了。如果你比较在乎房租价格，可以把排序方式改成价格从低到高。接下来是租屋类型，大楼，12楼以上，依法必须设置电梯，通常会聘请警卫或管理员。安全性和环境整洁较佳，但每个月要支付额外的管理费，租金相对较高。公寓通常总楼层在6楼以下，没有电梯，也没有管理员，因此租金比较便宜，是很多小资租屋族的选择。华厦楼层在7到11楼之间，也有电梯和车位，形态上接近大楼，但公共设施比较少。套房、雅房、整栋或叫做透天。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租金。在台湾，租金是一个月一个月计算的，租屋还有一些额外的费用需要注意，例如水电费、网路费、管理费等等，这些费用也要问看看房租有没有包含。如果房东说包水、包电、包网路，意思是水费、电费、网路费已经包含在房租里面。包水不包电，意思是只包水费，电费要另外付。押金要付几个月得看房东，但法律规定租住宅最多两个月。租赁期间不可以调涨，但可以调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必须确认房东的身份，还有房屋的合法性。第二是合约中的内容，尤其是细节，我们要注意是否为以示两份。房屋租赁契约绝对是以示两份，两份都必须要有房东
和房客的签章跟身份证字号， 并且由房东和房客各拿一份。 记得别把自己的合约交给房东保管， 某些不孝房东可能会任意篡改合约内容。 我们还得注意是否还有其他条文， 除了租约的有效期限以外， 像是管理费、水电、瓦斯、第四台和网路的费用如何计算， 入住之后能否自己换门锁， 房东提供哪些电器、家具等设备， 房东和房客的联络方式， 这些都必须在合约上清楚标示。 还有三件事必须注意， 检查房屋的设施设备是否齐全， 看看周边环境是否安全， 设备修缮全责， 民法规定房屋修缮由房东负责， 但是可以透过合约变更。 签约的时候要注意不平等条款， 设备损坏分为自然与人为， 自然损坏房东修， 人为损坏房客修。 接下来是录影存证， 如果可以的话询问房东， 在签约的时候可不可以将一些有问题的地方或是已经损坏的设备拍照存起来，以免以后房东说是你用坏的。听了这么多内容可能你没办法记住，但是没关系，我们再来整理一下今天影片的内容。首先是租屋管道， 可以上网找房仲或是透过亲朋好友介绍。租屋类型有大楼、公寓、华厦、套房、雅房、整栋、透天。租屋费用，租金是月租金，要注意房租包含哪些费用， 不包含哪些费用，押金押几个月也得问清楚。第四部分是注意事项，确认房东身份、房屋合法性，检查合约中的细节，检查房屋的设施设备是否齐全，或是有没有已经损坏的地方，看看周遭环境是否安全。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我们会尽量回复。感恩买了xem video này，nếu bạn muốn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về Đài Loan，cũng có thể vào những video này để xem tiếp nhé。我们下次见喽，拜拜。